准备要去马来西亚咯，10天，爸爸的行李。今天呢，我偷偷帮这两个小笨蛋买商务舱，但他们不知道。这两个小笨蛋，银卡和金舱吗？银卡的，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等一下再录他们惊讶的表情。要出国喽！准备登机喽！来这边，你们是左转，这边啦，这边。等等等等等，一个靠窗啊。10KG 对 ，OK。大队来喽！这边的环境很好，然后食物也好吃，你想得到的都就是一般小吃都有，乌蛋啊，或是沙爹都有，价钱也不会到非常的贵，然后在 TripAdvisor 上的话，国人都会推荐来推。大家可以吃吃看这个豆子啊，有点臭臭的，它们叫臭豆。臭豆。然后这是牛肉，这是虾，炒菜。谢谢可爱的你们。耶，谢谢。招待。招待吗？怎么可能能错过这个呢 ？ICC 普渡。
酒味。然后我们第一次要下去这个楼下的巴萨，啊，走。第一次一起开箱。哦 ，OK， 哇，人家他们好像都关了、欸。不，现在是几点？现在10:10。哇，哎、欸，其实很干净哎。沙劳越的白胡椒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黑胡椒？有。黑胡椒。大哥，是现在我们晚来了吗？感觉人店开了比较少哎、欸，还是都这样子？这里现在叫做老人院巴萨。老人院巴萨。老人记得顾家了。很好啊。我的建筑都是有了，人工做做完都做了，我也退休了。哦，要退休了。儿子他们要做了。不做，对啊，现在大部分都不接了。你算第一代还是第二代？第一代。哦，那你目前贵庚70几？啊，75。哇，健康健康。健康健康。我见到搞得我。这样很有很有趣哦，只是有些口音跟用法不一样。老人话要错。对。哎，爸爸，我是给我们的那个，我是你的。要找水果，真的没有什么了，要不要逛这边看看？啊，你看那种干干净净的，哎、欸，这边还不错哎、欸。对啊，下次我可以来这边买菜、欸。再来就是要带他们来逛逛，然后看看我平常都在哪边逛。爸爸最喜欢吃海鲜，所以他就开始比价，哇，这边多少钱？台湾多少钱？看鱼看得很开心。土托鱼啊、哦。中午来吃这个。马来西亚的港大菜饭，可以体验体验。哇，鱼肉，然后虾子菜这样，咖喱饭。是沾那个酱，有三种。你用这个吗？等妈妈沾沾看，应该就是咖喱那些的吧。好吃吗？刚刚吃多少钱呢？哇！哈哈，现在是一个晚上，某一天晚上我们要去 Our Street 亚罗街吃一些热炒啊，去最有名的黄雅华吃他的烤鸡翅。现在是6:30的礼拜五，其实还没有到很多人，这个位置都还蛮空的。黄雅华烤，哇，就在这边现烤，超香的，是炭烤味。